来访者，我看完了，来考我看完了。EDF， 我觉得我这一只啊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我只能带两个武器。如果我能带三个武器的话，这世界就不用玩了。好，走吧，天空之眼 ，Let's go。来访者二我也看完了。EDF， 从军一直是我的梦想。是我的梦，消灭他们之后可以拿到年金，绝对是这样。大型飞碟交给空军，你们负责地面上的怪物。杀了所有怪物，靠近一点，再发动攻击。敌人接近中。我会与队长并肩作战，我的做好射击准备。是长官，全员戒备。是长官，敌人接近中，没事，吃我再发。命中，干得好。抱歉啊，我还在看哪里还有啊。止不住发抖吗？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正在交战，已进入射程。确认要打倒的敌人。是长官，完成镇压。这样完成镇压就结束了。我开始觉得这样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，有那么容易结束就好了。开始移动。大型飞碟编队即将通过此区域上空，扑灭大型飞碟投放的怪物。已经检查过气了。只有我们这几个吗？你确定吗？身体更重要。距离要靠着我们的心声，才能让人类齐声高唱胜利的快歌。所有人跑动，怒洒热血，为了保护美丽的地球。攻击即将开始。第二只在哪里呀、啊？哦嗨。空军开始攻击，步兵退后。是错的。这边还有一只在哪里、啊？这里。Hello。要开始空袭了，退后！会被卷进空袭中的。糟糕，怎么可以死在我方的攻击中啊？哦嗨。这里是飞虎，开始攻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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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用这种兵器就想打赢我们吗？然后你们的伤害好像对他完全没有作用哎，怎么办？哈哈，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打中了。附近没有敌人也不可以大意。我明白。蠢蛋，有本事就躲开啊！他们根本不需要躲开。看吧，没有损伤，本事啊，没有损伤，攻击根本没效，攻击根本没效，对方不闪躲是因为根本没有必要啊，对方不闪躲是因为根本没有必要啊，你们才发现到啊，有大型飞碟正在投放怪物，把怪物挡在这里，别让他们进入市区。我在想，我这边能不能炸掉他、欸？我试试看。嗨，蚂蚁。哎、欸，好像炸不掉哎、欸，好吧。为您进行战情报道 ，EDF 虽给予外星生物相当大的打击，相当大的打击，却依然持续进行。我们占有优势。我们占有优势。冷静行动。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需要避难的地区将会发出警报。为了在需要避难时能迅速行动，请做好准备。
并开始整理最低限度的必要物资。做不到就是做不到，我来掩护，提高炮火。是长官。对啊，我已经有种懒得吐槽那种感觉。不管是哪一个世界记者，真是好可怕。大型飞碟的队伍将通过上空，小心戒备。对啊，我们超有优势，优势到我都快看不见了。假的，假的，那边是还一只啊？空军会进行攻击，退后。拜。表靶很大，表示歪了。开火！开火！好，我现在也没有效。完全没效啊！完全没效啊！那个金色装甲到底有什么秘密啊？现在他当记者了吗？不要！我们对外星生物难道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吗？攻击无法发挥作用，根本就称不上战斗。不要说是无法反击，根本就是坐以待毙。要是没办法打破金色装甲，人类就输了。这下完蛋了！勇哥 ，EDF，EDF，EDF，Nice！ 只有靠着我们的牺牲，才能让人类栖身高唱胜利的牌歌。可恶的外星生物，居然只会说英文！为了保护这美丽的地球，嗨！准备战斗！新的假设，所有的飞碟都跑了。作战失败了！光是打倒怪物就使尽全力了。要是不能击落大型飞碟，怪物就会越来越多。只能赌上性命，撑过这一战了吗？我们是遭遇攻击，扣下扳机，对大型飞碟的攻击完全无效。这样人类根本没办法获胜啊！这样人类根本没办法获胜了。左边就交给你了。大型飞碟很明显的投放出超过本身质量以上的怪物，我还不小心把人炸飞了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啊。别犹豫，是瞬间移动物质的技术吗？真是惊人的科技啊！这是惊人的科技啊！今后将称呼敌人的输送技术为传送。传送，好哦。敌人已经进入射程内了。先捡东西。EDF 将来自宇宙反应箱，命名为“开玩笑的啦，你又当真了。我们与新导者已经进入交战状态，因此交涉行动也被迫终止。但有许多质疑 EDF 在沟通上还不够努力的声音。EDF 在沟通上不够努力的声音，你叫他可能自己来沟通看看啊！并非上策。你叫那个觉得说那个沟通不可以、不够努力的那一位同学叫他来沟通看看好了，谢谢。想回家吗？那就得从外星生物手中把家夺回来才行啊！天啊，有时候我觉得人还是不要讲太多干话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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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对啊，那个投诉我叫他出来好不好？叫他去跟这个外星人好不好？所谓的外星人那个什么沟通看看好不好？这是飞碟，嗯，飞碟。哎，我们来玩玩看这一个好了。我们拿这一个，然后我们再拿一个。追踪器，这个好了，思考好了。小时候我觉得可能会输掉。Let's go。能乘坐的驾驶席的宾客有限，我不能坐，超难过。我靠！开始投放怪物了。是会吐丝的家伙，想办法干掉怪物，保护市民。我要跟万代讲。呀！敌人知道
集中到这里来了，似乎到处都是这种状况。外星生物的阵仗到底有多大？根本就没有胜算吧。遵命，长官。投放怪物的大型飞碟，今后都统称为传送飞船。传送飞船，好简单哦！传送飞船。那为什么这些前辈你不要叫蜘蛛蚂蚁好呢？为什么要叫阿法贝塔？别再喊啦！你们这些似乎被防护罩之类的东西包覆着，目前无法对其造成任何损伤。可恶！救命啊！外星生物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们这些人类可以快走吗？有什么人？是大型飞碟！是大型飞碟！数量太多了，要是全部都开始投放怪物，根本就杀不完啊！就没有方法可以干掉大型飞碟吗？空军到底在干嘛呀？空军有即战力，请相信我，我可是等不及了。敌人已经进入射程内，转换成进攻模式。可恶的外星生物！外星生物到底想把人类怎么样？还用问啊？当然是杀他！不用客气，拜拜。总有一天我们会精疲力尽，得想办法突破现在的窘境。问题是你要讲突破现在的窘境。准备新型机。新型机。意思是有办法破坏传送飞船了吗？应该是，应该是，还需要时间。应该。多久？两个月左右。接下来两个月都只能处在被动的一方吗？两个月哦。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打倒怪物，防止灾害扩大而已。发现敌人踪影，那是什么？还有工作要做呢。要掉了吗？目的吗？哪里啊？你的天空很蓝，很美。怪物就在外面，想想办法。想想办法。你要我怎么想办法呢？那位同学。OK， 这样。又开始丢怪物出来了，没完没了哎。不赶快想个办法，怪物都要开趴了！一定要很厉害，兄弟，长官！啊！长官根本杀不完呢、啊，整个城市大家都会死啊！仔细看我换的手法，击杀猎物了！厉害！在空军能破坏飞碟之前，有办法撑下去吗？很好问题，谁知道呢？我不会让你混的。难道全世界都是这样吗？世界就要毁灭了，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别气馁，别气馁，只要怪物就好了。我觉得我还是待在我这一颗子弹下面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有怪物，怪物在街上游荡，怪物在街上游荡。大型飞碟来了，大型飞碟来了，来了，他们来了！真下去，人类真的要灭亡了！上空了，我们都还没死，然后那边人类要灭亡。战斗准备完毕，感应器发出警报，怪物的数量远超过我们的扑杀能力。这样下去，整个社会结构崩坏，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呀、啊。呀，我到底有没有打到啊？全神贯注！有人发现怪物，到底要去哪里避难啊？运气，敌人来了！漂亮，进入阵法！怪物跑进来了，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好啊！哇哦！欢迎来到怪物地狱。报道：纵观大局，战况可说是趋于优势。外星生物虽持续投放怪物，
但 EDF 已扑杀超过半数的怪物，哇哇哇哇哇，成功的压制住威胁。撤退。此外 ，EDF 为了掌握决定性的优势，宣布将投入新武器。新武器将于两个月后完成，并于四个月后配置于世界各地。四个月后，新武器拥有破坏大型飞碟的能力。摧毁太空舰队也不无可能。奇怪，连我们家的那个指挥官都说可能而已，然后新闻就说可以破坏，然后达不到那个理想中的那个什么，理想中的那个什么期望的话，然后我们要被轰了。你们什么可以这样子？你们是不是没有拿出你们的权利？就是保护老百姓。啦啦啦，我已经能看到了未来，那可怕的未来。